来带各位看详细的内容。好 ，memo， 第一个来看一下 memory。有一部歌舞剧，英文叫 musical， 叫做《猫 Cats》，它的主题曲就叫 memory。我只会这个字，还在念着 memory。哎，就这样哈，它后面我也不会太复杂了哈。啊，不过各位如果想听这种歌剧，其实网络上也有比较简短的版本啊，当然现场看还是会比较那个内容丰富一些啊。那还有一个工具叫 VoiceTube， 应该有听过啊 ，VoiceTube。如果你要考试的同学，来提醒一下哈，如果要考试的同学，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啊，所以来问一下，有注册听过 VoiceTube 请举手。已经注册手继续留着，有看影片继续留着，有录音手继续留着，好，没了，好，全公有吗？有录音吗？有录给王老师。好，他是有老师强制，好，对，好，所以他是有要求，所以坦白跟各位讲，如果你只是看看影片啊，其实效果有限，效果有限，真的要有效果要录音，为什么？因为你的听力跟你的口语朗读速度是有关联的，很多人说老师说听力怎么那么快，听不懂，原因很简单，你讲英文的速度太慢，所以他听不懂，所以不是他太快，是你太慢，是你只是听，你没有朗读，所以现在开始要朗读英文。好，那我们在多益课啊，包含京这边的多益课、师大那边的多益课啊，针对这三个听力常见的挑战，单字片语要活背。这是我们智慧课或这堂课都有讲到的。那速度的部分要333，333是什么呢？把每一句话慢速念三次，中速念三次，快速念三次。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啊，来，比如说这句话好了。刚才雅虎说我讲义没有播到这个哈，所以我刚补上去了，你可以到群组看啊，或者先看前面，下面你再下载。来，请 his phone number go。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还是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他的电话号码呢，从我的回忆当中滑掉了，滑掉了啊。Slip 叫做滑，所以 slippery 叫做地上很滑啊。所以有一种黄色的警告牌子叫做 slippery when wet， 天雨路滑，请小心，对吧？黄色的，啊，黄色那是国外做的啊，黄色的。放在这个走廊上面，然后他写 slippery when wet， 天雨路滑，请小心。然后通常它的图案就是一个人怎样滑倒的样子， slippery when wet。OK， 所以这个从我的记忆滑掉了就记不起来。那所以我们先把这句话念三遍慢速。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那注意后面那个 slipped。因为 ED 有三种发音 ，t 的 ，it 啊，无声、有声、有声啊 ，t 啊、e 啊、it 的啊，这三个。那所以无声接无声，无声，所以 slipped 啊，所以最后一次 ，his phone number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OK， 那念完慢速三次，接下来念什么？中速三次，就要加速一点点。his phone number 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再一次。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最后一次。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开始连音、转音、变音、弹舌音、省略音，啊，中速已经有一点快了。我们现在要快速，快速只有一个原则，四个字，标准答案，越快越好。OK， 哎 ，Donna， 你最近怎么了？哎，反应好像比以前快了3到5倍哦。最近有修炼什么东西吗？没有，还是有那个睡觉醒来得到天启啊，就是昨天晚上那个神造的光啊什么的啊，就突然嘿开窍。有时候真的会这样。我教书20年啊，我的经验，很多人都很努力在，其实大部分大家都努力在读书嘛哈，但有时候就需要那么一点开窍，好，那一开窍之后就通了，就通了啊。我教过很多学生是这样。那所以我认为当老师呢，不能放弃任何人，就是你应该坚持到最后，然后每一个都这个持续下去。所以我以前教儿童英语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女生叫 Linda， Linda 啊，怎么样背单字呢？她就是不会。我们一次上课要背十个单字，然后下课之前要随堂测验 quiz pop quiz 十个，写中文，写英文，她永远只对一到三个，从四年级到五年级这样子一到三个，从五年级到六年级这样子一到三个，整整两年多都是这样子。哎，如果你是老师，玄峰，你会怎样？私下什么？辅导，对，那这一定要的。所以他五点下课，礼拜六五点下课，你知道我辅导到几点吗？7点，妈妈打电话来，老师，阿德哈哥，我说，他还剩两个哈，因为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全部背完，好，再下课背单单。哎，那坦白讲，那时候也比较闲，啊，那时候呢，觉得不行，我们要坚持下去啊。结果他就这样哦，这样一撑到升国一那个暑假，发生什么事？开窍，就突然开窍了。他以前不会背的单词，全部都会背了。所以他在学校那个学校给他做所有英文测试，他不是99就100，不是99就100。那妈妈超级感谢我们的，说哇，老师真的谢谢你们前面这样坚持下去哈，让他把这个底子打得很好。哇，他现在上国中，全部不是99就100。好，结果你知道吗？他妹妹叫 Ruby， 跟他以前一样。那怎么办呢？我说 Ruby， 回家找姐姐 Linda。你只要跟 Linda 说 ，Gary 老师说跟你以前一样，他就会懂了哈。所以我们就授权给姐姐去处理了哈。所以后来就给姐姐去找，不然还有一个说那可以剩一年啊，又再来一次哈。然后再来一次 memory。好，所以这句话我们练习一下，快速。His phone number can. 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啊，那最基本的加速是本来一口气。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要变成一口气三句，所以来练习深呼吸，要念三次哦，预备。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 His phone number has slipped my memory。好，那至少练到这样，这是最低要求，就是本来一口气一句话，变成一口气三句话，也就是至少三倍。好，至少三倍之后，你再回来，如果这是题目的话，你再听，你就会觉得哇，题目怎么变成 slow motion？今天的最后一个字根 motion， slow motion， 电影里面的慢动作的意思。好，所以下面一起念一下 memorize， memory bank， memory lane， memory module， module， 这个是电脑里面的模组啊， module， module 是制造业很常听到的一个字，叫模组化。OK， 那其实我们在行政方面，哎，东南还在学校没有？啊，没有了。好，他哇，恭喜你！你不是一直想去吗？结果他去了，那你还要去吗？有缘的话吧。有缘的话啊，那你每天帮他摸摸头。灌顶。现在有新的目标。现在有新的目标啊！好，这边是 memory module。啊，有什么新的目标说说看？没有，因为那一天去考试，然后就有一个考什么试？就是那个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对。第一个共同科目，我觉得考得不太好。对。啊，第二个我不知道我怎么可以考那么好。对。啊，就问答题，然后现在就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英文太烂了。对。所以现在每天都很烂。他每天传带给我，然后讲英文好几句哦。对，用背的，基本上。用背的哈。我有一个微信的英文的群组是要收费的，啊，不过在场，啊，看录影不算。对，看见不算哦，在场，这叫 bonus， 好吧？现场在场的同学，你现在加微信，叫做 G 老师的微信啊， G 12788，好，下课前了哈，下课前加老师的微信。OK， 啊，如果你手机没办法上网，就同学帮你保留资格一下。OK，G 12788，因为坦白讲。资讯啊，我们这边2000多万人啊，啊，资讯量相对10几亿人，你觉得谁的资讯量会大？是2000万人资讯量大，还是10几亿人资讯量大？废话，那10几亿人啊。所以光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资料啊，
如果光英文哈，坦白讲就已经让你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了。啊，就是你去订阅几个那个微信公众号，你就发现，哇靠，这种东西它已经全部 free 免费送了。好，上礼拜天我上那个信义区的唯一英文家教啊，然后呢，我们就上网去找一些资料，哇靠，这个全部考古题全部在线上，托福、雅思全部在线上，然后线上模拟考，之前还要下载资料，还要安装软体，现在都通通不用，全部线上考。因为网页可以做到录音，网页可以做到批改，网页可以做到几乎所有的事情，超恐怖的。就是你如果知道这些资源，知道你看第一个省多少钱，第二个省多少时间，啊，第三个你在准备考试方面会非常有效率。工具啊，啊，所以啊，在场的才有啊，在场的加，啊，就是今天记得要点名啊，点名有到的才有 G127888，今天加微信啊，我帮你拉进那个群组，有没有人已经在那个群组了？没有，都没有啊。然后应该是在那个 VIP， 你是在另外一个讲师的啊。好，那加老师啊，现在快满100个，快满100个，微信好像有一个规定，是满100个就不能扫二维码 QR code， 扫100超过100个就变要手动拉你进去，所以你赶快。其实我有点懒惰，为什么？因为太多群组了，所以最好抢在100名之内，赶快自己扫二维码，赶快自己进来。哎 ，Brian 应该在里面吧？有吗？还是没有？但是你没有在那个群组，啊，那要付费的啊，你自己决定啊，超过100个就付钱啊。微信叫包红包，微信有个功能叫包红包，真的蛮方便的哈。来 G127888 ，OK 啊。来，所以我来整理一次 memory module， 这个叫模组啊。那但是行政方面，懂吗？如果是行政方面，所以现在管陶杰的什么？我现在还在受训中。啊，还在受训中，以后当行政吗？还是怎么样？那时候考进去是行政，可是说实话，公司目前规划想说帮看人力需求。对 ，OK 好，所以在行政方面其实也可以模组化。以科B的话来讲，叫做什么 ？SOP 对对，科B很喜欢 SOP， 什么都要 SOP 啊。来，下面62啊 ，S 你知道 emerge 啊 ，merge 浮出来。那个杨慧有买那本 SOP 吗？科B模式，啊，你有买这个啊？然后没有拿来借你看一下，它其实蛮有趣的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势，英文叫做 see the good side of everyone， 这其实是要练习的哈。就是你碰到任何一个人，他都有优点，那你要习惯去看每个人的优点，那你就会发现，哎，大家都有优点。那如果你习惯看每个人的缺点，就会怎样？奇怪，每个人怎么都有缺点？这是你的，其实是你的 eyesight 的问题，是你的。视力的问题，那我讲的不是近视的视力啊，我讲的是你的，这要怎么定义一下？视野啊，视野 ，vision，V-I-S-I-O-N， 或格局啊，格局定布局，布局定结局，这叫人生三局啊。大陆一个老师讲的，来这里是 emerge，OK， 所以这里是 the moon emerge from behind the cloud， 啊，月亮从云层后面钻了出来。下面 emergency， 啊，所以医院里面的 emergency room 就是这个字来的。最后 emergency alert， 哎，学峰，这两堂你都有来上课，两位都没来，你回去要教他们了。你可以反向吗？啊，要不然就分享嘛，对不对？好，因为有听一定有差，啊，没有听虽然呢。本来的底子有，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没听到，其实你可以分享，分享还是不一定知道。有很多人。对，不一定知道，越分享越进步。好，63啊，更简单的是，你弄一个全峰老师群组，然后上课的拍的就丢进去，丢进去。最偷懒的方式就是上课老师讲的把它拍进去，然后上课老师不是在讲吗？我教你最简单的方式，借力使力不费力。上课老师不是在讲吗？就录一段呢。然后就放进去了，老师不是在讲吗？就录一段了，放进去了，就这样，超简单的，啊，就最简单。那你只要附注，哇，这段好有趣哦，啊，哇，这段很简单，这样就很轻松的就可以借力了，啊，借老师的力，啊，你马上就有自己的群组。来，63，一起念一下 migrate。那 when did Asians go？ Asians begin to migrate to the United States。OK。这个是 migrate to 移民到美国去。
不意外，因为母音代换 A E I O U Y。Migratory bird， migratory bird 叫候鸟，候鸟。OK， 这是为迁移迁徙的鸟。六四第四点像 military， 像台湾的 military service， 全封需要当兵吗？当多久？四个月，那应该是夏令营。比起以前两年三年，现在应该叫夏令营嘛，对吧？冬令营、夏令营，去个几个月，再念一次 military。There used to be a military base in the region. Used to 来了，重要的用法。Used to 叫做过去曾经。那我们来对照两个东西。不管考试或你口语上常常会碰到这两个。来，上面请一下 get used to， 下面 be used to。 那这两个都叫什么？习惯。好，那习惯后面的用法一定要加 ing， 所以你就记得一句话叫习惯 ing， 跟恋爱一样，有听过吗？好，算了，继续听看。那如果是 used to， 叫过去曾经。过去曾经，现在没有。好，那习惯是现在正在。比如说有人某人早上习惯慢跑，He gets used to jogging in the morning. OK， 红色小短裤是不是？小短裤。OK， they get used to, be used to, used to。好的，两个对照一下。用法，所以常常你会发现，不是单字片语背完就没事了，你还知道怎么用。知道怎么用是关键，用对用错还差很多。我看点名的，好了，回来，所以请看如果不熟直接拍一拍。下面来请一下 military service， service 就是这个兵役。下面第二个 military drill， military drill， 早上刚好楼下有贴一张小海报，有看到吗？下礼拜一，晚安演习，下午1:30到2:00，我刚好在上课陪他。好，所以会有这个 military drill， 这个 drill 就叫做练习的意思。那语言练习方面叫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譬如说，我吃就是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嘛，我吃填空一颗苹果，我吃一条鱼，我吃一碗饭。我吃一碗面啊，等等，我吃就是一个 pattern， 所以在语言练习叫做那个 pattern drills， 就是用这个字，它是一个模式的意思。那这里叫做演习，一起叫 military drill。为什么要做演习？就是万一碰到类似的状况，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子，其实是 SOP， 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警察会做那个反恐演习，万一有人质被挟持。那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远方的狙击手，前方的谈判专家，什么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样处理？OK， 下面 military law，military law 叫军法，叫 militate， 起作用有影响哦。来，65，一起一下 minimize，mini 代表小。一句 ，we've taken steps to minimize the losses。注意哦，最后这个 losses 是名词的用法 ，loss。上次我帮那个台电我还在台电当顾问的时候，现在隔几年才可以讲了不然他们要签保密，不能乱讲。那个台电的董事长其实非常厉害，第一个他是公家体系退下来的的一个官员所以他本来表现就不错。现在不知道换了没啊？就我在前几年我还在那边当英文顾问的时候，然后后来呢，他就被调到台电去，调到台电去当什么？当董事长。你认识？还是是不是啊？然后真的英文很棒，而且就是又真的有做事，我觉得他真的有做一些事情。那其实以他来讲，如果我们个人私心来讲，我已经公务体系退休下来啦，每个月领退休金，怎样？闲云野鹤啊，我干嘛跟你淌这潭浑水，对不对？就是台电的一些状况是需要时间的，然后结果他又这个
任重道远，接受了这个任务，然后去当董事长。然后这几年确实他做了一些改革跟变化，其实真的是有帮助的哈。不是需要时间，但你是 minimize。上次美国纽约来了一个媒体采访，哎，那黄董事长英文很棒，从头到尾他都自己讲。那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坐在旁边，我是翻译人员。我是翻译人员，从头到尾他自己讲，我玩什么，我就没得玩了嘛，对不对哈？后来还好。他突然讲到一半卡住，好，我终于有一个表现机会，就这个字，来前面讲 loss， 好，他突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突然问那个秘书，还有一个秘书在旁边说，哎，那个损失怎么讲？那我在那边等很久，你知道吗？等一个多小时了，好 ，loss， 所以我那整个两个小时采访，我就讲了一个字 ，loss， 啊，就是 loss， 啊，就损失啊，然后董事长就看一下我说，哦，好，然后继续讲。就一个字啊，所以董事长对我的印象应该是 loss 这个字。来，所以下面很有趣，来这里下面叫 minimization 叫减缩到最小 ，OK， 这是很有趣的经验啊。因为美国媒体，那美国媒体你觉得他是单纯来采访吗？不是，其实这个当中其实很有趣，因为他双方在沟通交流，就作为一个旁观者。啊，其实会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看得懂的话。OK， 第二个叫 minimizer， 最后 minimum， OK， 最小限度。来，66一起一下 admire， 来例句 ，We admire her， we admire her for her diplomatic tact。啊，不过我要讲，那个翻译人员真的不是好干的哈。哎，请问我是学电力出身吗？不是。我只不过是英文顾问、英文秘书啊，各位，你突然说有一个媒体要来采访，你知道吗？我要把整本那个台电的年报啊，全部读过，然后丽影的年报不是读一年吗？因为他问你五年前、十年前、最近三年怎么样，所以我把丽影的资料全部读过，中英文全部要读过，因为英文你不见得看懂，就算我会英文，但是专有名词不见得看懂，所以我要去对照中文。哦，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什么发电，什么，哇，一堆东西，好，然后所以就很紧张，你知道吗？本来很紧张，说完蛋，还要问到什么不会，所以我其实手上拿了一叠资料，什么立刻翻，好，立刻回答，好，这样，就还好什么都没用到，只回答一个 loss， 来66就懂，那个董事长厉害，好，这里是 admire， OK， 来下面 admiringly。admiration， 好，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 MIR 奇迹 miracle， 海市蜃楼 mirage， 英文叫 mirage， 法文叫 mirage， 好，然后还有那个 admire， 啊，羡慕啦，称赞啦，赞美啦，来，67一起念一下 ，dismiss 叫解散，啊 ，dis 是分开的意思。DIS 为什么是分开呢？啊，其实有很多否定啊、分开啊、不要啊、去掉啊、往下啊等等的意思。最简单的，同意叫做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就这样。那有一个字叫做 tribe， 部落，哪一个字 ？tribe， 不熟拍一下，这个蛮有趣的基本字。来一起念一下红色的 tribe 叫部落。那部落为什么叫部落呢？ TRI 数字多少？三。BE 是神学跟哲学里面的专有名词，叫做人，因为是小存在。那如果 BE 大写是神学里面的专有名词，叫神。所以人跟神是同样的，但是神是大存在，人是小存在。韩文，哎，请问什么意思？人是小存在，神是大存在。人比较渺小。好，还有吗？想一下没关系。子涵，什么意思？人是小存在，神是大存在。再来看。左边右边那对比什么意思？生与死啊，什么意思？生与死，
神是，譬如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神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人是小存在，就是短的嘛，哈。神是大存在，然后人是个体的存在，神是无所不在，万物皆有神性啊。人的说法叫做一沙一世界，有没有听过？其实都是通的哈。你去读很多东西之后，你发现都是通的，都是通的。好，哎，所以在你是 tribe， 所以一个部落几个人？三个人啊，酋长、酋长夫人、酋长小孩，这样就算了。所以我们家四个人分部落啊，哎，没有了，三代表多，因为中文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代表多，就是众人的意思，所以他很厉害哦。你看，中文三代表多，英文也是三代表多，所以中英文竟然相通哎，这不是很有趣吗 ？Brian， 中英文明明不同文化，为何可以相通？日本人就是咦，有都是的啊，是吧？我们刚回来日本来，啊，猜猜看嘛。我们座位又没有通电，打坐又不会电，就是台湾的学生被训练的连猜都不敢，你知道吗？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就连猜的勇气都没有，那这样就完蛋了。同性是什么意思？我刚才的问题是说，文化不同，它怎么会相通？为何相通？有什么理由？然后，该不会是用联想的吧？哎，有关系。答案其实很简单嘛，叫我们其实都是人。什么意思？西方人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只手啊。东方人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两只手啊。所以虽然我们文化不同，但我们都是人啊。那主要是人看到的、想到的都差不多啊。啊，所以日月叫明啊，因为怎么看都是日跟月最亮。古代还没有日光灯的时候，蜡烛还没出来的时候，就不是日就是月啊。啊，然后来有一个会亮的叫星，因为跟太阳有点像，但是它会晚上才起来，对吗？所以叫日月星这样子，三个都是会亮的东西。啊，伏羲氏的说法叫做元曲诸物。看到的东西把它拿来用，比如说山就变成哪一个字母 ？M。比如说海浪就变成哪一个字母 ？W。W 就是海浪，因为 wave。后来跟风、水流、气流都有关系，这就是象形了。好，来，进取诸身，进的话就是抓身上的，头叫做 cap， 手叫做 menu， 对，啊，脚叫 feet， 这就字根了。那中文也是啊，中文也是这样来的。好，对，回来贡献这个词义词义上 contribute， 好 ，contribute 叫贡献，因为 con 叫一起，所以每一个部落呢都来进贡，都来献上他的这些贡献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留这个字哈，进贡献上，贡献贡献。那回来刚才那个字再念一次 dismiss， 后来就有一个字叫 distribute，d i s t r i。怎么样？变成分配、分布，来进行一下 distribution， 叫分配、分布。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小部落啊，我们今年收成了200斤啊，200吨太夸张，200斤好了，200斤的农作物啊，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分配一下？我们自己留一半，100斤，然后我们要进贡给这个大部落100斤。为什么要进贡，女生？怕被打。女怕被打，白话叫保护费嘛。对，我们讲一下保护费。哎，要打你就打别人，不要打我们。我没有讲，我们有进贡 ，contribute 啊。所以这很简单 ，tribe，contribute，distribute，distribution， 就这样啊。哎，女生，你学英文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看你很认真，每次这几次都有来。哎，用功的同学，我们要给他更多的资源。帮助他达成目标，哎，有什么目标吗？今年就好了，不要想太远。今年，今年已经过四分之一个月了。十
正式的日常 ，Time flies。艾斯想要考七分吧？雅思吗？啊，雅思北京已经机器考试，你知道吗？雅思最新的考试方式是电脑考，这个上个月在北京开始考第一场，台湾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好，但是他口语还是用人的。雅思的话，你一定要问我啊，请上。1288。好，谢谢。1288吧哈，因为我以前就专门教雅思的哈，最近比较忙就没有了。哎，但是有一些线上课程。然后呢，在雅思分类这边，右边没错，雅思啊，有什么的，200多篇文章啊，里面超多东西的，现在好像叫雅思十了嘛，剑桥雅思十 ，Cambridge IELTS， 有听过这个教材吗？没听过，那你就不算在准备，因为这是官方释出的考古题，现在你出到十了，一本有4套。然后现在最新的是第十本，啊，那其实你练最后2-3本就够了，因为你一本里面有4套，3本就有12套，3-4、12套，12套你每一套就给它练个6遍、8遍、10遍，其实分数就会提升很多了。所以重点还是练习，要写，然后口语要把那个演讲稿列出来，这个很重要。好，那我先简单讲，那个余生如果有需要你在私下详细问啊。简单讲，其实口说超简单的，各位去英文 interview 一样的原则，各位要做英文简报一样的原则，他要考雅思的口说一样的原则，就是事先一定要做好万全的什么准备。好，而做好题库的准备之后呢，你要念朗读到非常熟，朗读到非常熟之后你要背，对，你要把它背起来。但是刚前面上节讲嘛，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其实跟这个有点像哦。我先写好稿子，因为你事先写的稿子文法怎样，比较高级啊，你临时想的一定想不到这么高级，会紧张啊，来不及反应，所以一定要事先写。然后事先写完就念，念完之后就背，背完之后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演出来。什么叫演出来？演的好像临时想的，但是其实是事先写的，有听懂吗 ？Well, let me think about it. Oh, I don't remember. 哇，后面超流利，他就哇 ，amazing. 哎，坦白讲，对我坦白讲，真实说，我第一次进大专院校教书就这样来的，好，因为我们要英文的，口试面试。然后要英文试教，全英文的。那个自我介绍1分钟，我就是一个月前写好稿子，然后开始狂念，然后念了1-2个礼拜，很熟了嘛，开始背。背完之后，面试当天怎样？演出来。你知道那个主任跟那个教学组长坐在下面一听，你知道 ，amazing。一听啊，听完之后就贝尔老师礼拜几有空排课，就这样。真的，因为他没有理由拒绝我。好，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条件，就是我已经，我要教商用英文写作。各位，我在英国念艺术史，商用英文写作是什么玩意儿，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跑去图书馆找书，然后借了很多书回来看，然后我还没录取哦，我已经把上下学期的课表做完了。余真，什么意思？我还没录取哦，但我已经把上下学期课表做完了。自己一定会录取啊！这叫假设成交法。我觉得我已经录取了。我老婆现在的说法叫自我感觉良好。啊，可是我跟你讲，通常能够达到目标的人都会要有一些自我感觉良好。如果你没有自我感觉良好，你就无法达到目标。为什么？这在吸引力法则有讲。他说，你还没达到目标的时候，你就要先感觉你达到目标了，那你就会往那个目标前进。那如果你一直无法感觉达到那个目标，那你就很难，或者要很辛苦才能够往那个目标前进。这个很有趣。好，所以你看，我准备了书，我还自备麦克风，我还准备上下学期课表，然后我还在口说跟这个试教几乎不是老王卖瓜了哈，因为刚好毕姓王啊。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说我临时多厉害，不是，我要讲的是我1个月前就准备了，但是上台5分钟而已。
对，所以大家都看到那个五分钟，啊，说哇，他五分钟怎么跟英文讲这么棒？他说我练了一个月，没有看到我背后练了一个月啊。所以这叫人生的表象与实相，表象是那五分钟，哇，好厉害，实相是后面练了一个月，对，但是那一个月表现了五分钟，让我得到了进入大学教书的机会，值不值得？非常值得。后来因为进了那一间大学，啊，那个算专科了哈，第一间啊专科要求高，后来升科技大学，然后呢，因为进了那一间，后来呢，另外两间都是朋友介绍我去的，就是那边的同事，啊，然后他们跑去别的地方应征，啊，越应征越好，越应征越好，那个学校越应征越好，然后那个主任也在找啊，他说你们有没有认识好的英文老师啊，介绍一下嘛，啊，我们陈缺老师，啊，有位 Gary 老师，所以各位人际关系很重要。你如果人家不推荐你，拜托你就自己慢慢应征吧，你就自己慢慢找吧，也不见得找得到。但是因为我那两个同事他们是情侣啊，他们在美国十年，然后呢认识那时候是一百个月，快要十年嘛，然后呢不结婚，都是同居男女朋友这样，后来听说有结婚了啊。那他们一句话，他说 Gary 老师很好，然后院长就说好，请他来排课。我连 interview 都没有，直接跳过 interview 就直接录取了一次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两位这么优秀的老师推荐的老师一定没问题嘛。其他比我优秀多了，坦白讲，他们在美国待了十年了，哎，我只不过去英国念个书一年而已啊。他们待十年，他们英文真的超棒，真的超认真的，对，好。但是有时候，对的，又另外一回事哈。那个，老师啊，师道之不存久矣。啊，为什么？那个杨老师推荐我到其他学校的杨老师啊，他后来被学生那个叫什么，跟主任抱怨，啊，抱怨的原因是什么？各位知道吗？太认真，出太多作业，然后学生哇哇叫，然后跟主任说，这个杨老师出太多作业，我们受不了。如果你再继续让他教的话，我们就要退这个学分不上课。他很难过，我那个朋友啊，同事很难过。欸，他知道，你知道他多认真吗？他教写作课，写作课，英文写作课是老师最痛苦的课。为什么？要改无限量的作业。他为了拿作业、收作业、改作业，他随身带一个行李箱。因为他一收作业70份，两份作业140份，三份作业200多份，他搬不动，所以他就搭了一个行李箱，随时里面就是塞作业，然后随时休息10分钟，停下来，作业拿出来怎样改作文。就这样，啊，这样的老师被学生，啊，对对，所以他后来蛮难过的，蛮难过的。OK， 所以各位还是要那个给老师一些鼓励的，好不好？好，所以67提醒一下 ，dismiss。OK， 好，来下面 ，he was dismissed 再一次 ，he was dismissed from the hospital a week later。下面 dismissal。好，后来不是有个字 missile 跟飞弹有关，但拼法不一样哈，在 dismissal。可打发 dismission， 所以你看 mission 是不是任务？对啊，那把他的任务去掉，不就免职吗 ？dismission 超简单，所以根本不用背哈。来，下面 mobile， 这个字有三个发音，第一个发音是 mobile， 好，但是它有规定哦，如果前面加 auto， 啊，它是左口音哦 ，auto。Auto 不是 auto 哦，是 auto，auto，OK、okay。所以当它前面加 auto， 然后呢 mobile， 这时候一定念 automob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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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ay。好，那宇哲你要考雅思7分嘛，是吧？7分大概要20000单词量，多益大概10000哦。你现在多少知道吗？你现在多益几分大概？艾尔斯我考5分。艾尔斯你考5分 ，OK。艾尔斯5分，多久以前？因为3年前跟上个月差很多。四年前。4年前啊！果然你看啊，对，老师是专业的啊，因为4年前5分现在很难说，你知道吗？哈，所以赶快去做一下模考，找不到问我哈。第一个，你最简单的下载那个剑桥雅思，直接找一套来做。那听力阅读你可以自己做完自己订正，你就知道几分了嘛，那算得出来。口说写作很简单，录音
然后 Word 档案寄给老师，我可以大概帮你看一下，就知道你现在几分，很简单，就这样。就第一步你要做完这件事，而第二步什么时候考？10月啊 ，Alert， Alarm 啊，刚才那个警铃要出现了哈。哎，十月现在很急呢，很急呢，对，但很急哈，赶快，赶快，好，来68，再念一次 mobile， 好，例句 ，The sick woman come，The sick woman is a mobile，Yes she still has to stay in bed， 注意是 in 哦 ，in 哦，啊，英文用 in， 在床里面，不是 on 哦，好，来下面 mobile cash，mobile cash， 嗯，现在不是有 Apple Pay， 啊，台湾有这个 Line Pay。大陆有微信支付、支付宝啊，这个很方便。听说我大陆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在那个微信手机号里面储值了100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储值100万，哎，人民币不是台币，人民币100万就是台币500万的，就你手机号里面有500万现金呢，不晓得他干嘛啊，买车还干嘛？他可以拿手机去买房了，真的啊，就是哎。下定金20万啊，就可以过去就付了，这样超厉害的。来，下面一个 mobile home， 啊 mobile communication， 那手机呢 ？mobile phone， mobile phone， mobile phone 都可以 ，OK， 三个都可以。好，下面69，一起念一下 mort， mort mort 好像不熟，对不对？那你看呢、啊？我旁边打了一个字。中文文言，这个人挂了叫什么？叫墨，那个字叫墨，墨 ，OK， 就是拜拜了，啊，拜拜了。今天上课之前认识墨这个字，请举手。好，请放下。你在哪边看到？哦，对，我是今天才看到。对，没错。今天上课之前，你在哪边看到？例如在哪边看到？殡仪馆。啊，那殡仪馆写这个字啊，墨鱼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啊？有啊。所以其实字真的无所不在，只是你有没有去注意的观察过？包含英文也是，英文字到处都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的观察过？啊，台湾的夜市有一个那个台湾夜市文化跟名产，就是那个 Nike， 但是它是山寨版的，山寨版所以它不能打 Nike， 所以它打 Nike。一样打勾，大家拼 Nike， 发音不一样。好，那有一个牌子叫 Adidas， 对吧？它就变 Adidas， 它拼音不一样。好，这个就是夜市的名产。好，但是它稍微改一下，因为不能完全一模一样，就会被告，所以它就改一下，还是念成 Immortal。好，所以这个字的拼音了。所以你看，墨不是跟 mort 的墨不是很像吗？就跟挂掉一样啊！啊，而且念 immortal， 不死的啊，三不朽，必功、必德、必言，三不朽啊！来，例句 ：humans come，humans want to be immortal。哎呦，这个 long 竟然当什么词？动词，因为基本的五大句型，基本的五大句型，云云记得哪五个吗 ？SV。哎，所以要复习啊，不然会忘记。来拍一下 ，S V S V C S V O S V O O S V O C。好，先简易版，简易版熟了，我们再来补充第二句的 S C 主词补语，第五句的 O C 受词补语，第四句的 I O 跟 D O 间接受词跟直接受词。那一二句型都没有受词，所以它的动词叫不及物动词。三四五句型都有受词，所以它的动词叫及物动词，就这么简单。OK，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余真，写作文有按照这个写吗？如果没有，你写出来的很多是中式英文；如果有，你写出来比较是英文逻辑，这个有差，很大的差异，很大的差异。好，那这也就是你如何从四分五分跳到五分六分。如何从五分六分跳到六分七分，那就跟你的句型结构写法有关。啊，它可以写单句，它也可以合句，用对等连接词；它也可以复句，用附属连接词；
它也可以复合句，那哪一个分数会比较高？最复杂的一个。复合句，为什么？因为写出来就很厉害的感觉。好，那你一下子就可以写这么厉害吗？不可能，你一定要读大量的范本 ，sample answer。好，有很多老师写的范本，你没有的话，我一堆啊。雅思的书我有一两百本，而且都是电子书，有很多老师写的范本，那个都是七八分的范例，所以你一定要读很多七八分的范例，你写出来才会怎样七八分啊。啊，如果你都没有读过，那就不可能，就先 input 再 output。好，各位写商业书信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先看很多的范例啊。好，来七十，跟中午吃饭的范例是不一样哦。来七十，一起念一下 motion。第二例句 ，The train was in motion， 正在开动当中。下面 motion sickness， sickness。那另外一个说法叫 car sick， C A R S I C K， 就是晕车，车子生病了。那晕船是 boat sick 吗？不是，叫 sea sick， C S E A 海洋那个字 ，sea sick。哎，小时候，来问一下，哎，这位同学，我这边，你有点名吗？还没吧，来点个名，对，因为对照一下找不到，啊，你的名字是中文还是英文？中文啊，还没点名的同学点名，点一下名哦。因为今天要点名，你才能加入那个老师的收费微信群组。那个里面是在上什么？英文。嗨，就什么样的？就是、全部。对，全部都有。标题是暂时以口说为主，但其实都有啊。为什么？因为听说读写都有关系啊。对啊。来这样一次 motion picture， 好，质疑是不是？好，来，再念一次 the train was in motion。 来，质疑今年有什么学英文目标？就想学兴趣 for fun。 好，很好。那有没有学习的阶段性目标？就是你虽然不是以考试为目的哈，我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找一个，比如说全民检，然后多益，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自己去做一次练习。老师很多这种题库嘛，你就借老师的题库就好，不用自己去买。啊，题库很多，超多，什么面就题库最多。啊，各种大小考试，英文考试的题库一堆，啊，你就拿去考。啊，二三个月我考450，哎，这个月我考550，哎，进步了。下个月我考650、750、850、950，那一年之后，你当然就进步很多啊。就是你要养成定时做 evaluation 的习惯，自我评鉴、自我评量，这其实很重要。OK， 好，当然兴趣也很重要，就是维持的动力嘛。还是你是 motion。OK， 我问你，你好，来问个男生，不然都说老师只问女生，对。陈汉吗？啊，今年英文学习的目标？希望多一点期。好，目前几分？五百五啊！我有一个课程叫多益579，有讲过吗？没有啊。那个微信索取，就是我去年在网络上有开几堂讲座，就讲那个多益，我秀给各位看一下。好，讲完这个就下课了，看看有没有问题。579。多益579高分方程式，快速进步多少层按？100到200，不就是你要的吗？按表操课三个月，保证进步100到200，保证哦。只要你按照我讲的流程，其实很简单。好，那我在线上做几场这个演讲，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好，有录音、有录影、有 PPT， 全部可以送给你。OK， 有来才有，看过你没有？好，我们鼓励同学来现场，对不对？这个叫 O2O， Online to Offline。 好，如果你看录影是 Offline 还是 Online， sorry， 是线上。啊，来上课叫做 Offline， 叫线下上课，对， Online to Offline。 OK， 来现场的人会更多的 bonus。 好，再给你更多。 OK，
微信跟我索取。好，可能安装一下百度云，百度云有一个手机的 app， 安装之后就可以下载。那它很方便的就是安装之后直接转到你的账户，不用下载，然后它还可以手机直接播影片，就不用下载，因为影片都几 G 啊，那个档案都很大，所以下载比较要用电脑。但是手机的话，3G 的流量就可以跑了。好，你不要在晚上塞车的时候跑，平常白天的时候其实还蛮顺的。OK， 好，看看有问题。那个现在百度就是办账号的话，好像没办法用 Gmail。可以？不行吗？为什么？就是好像现在改，我试过。那你就申请一个 QQ 啊。QQ 好像也要大陆的那个。没有啊，我就有申请啊。对啊，他通常哈，我试给各位看一下哈，顺便讲一下，因为可能有部分同学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注意看他旁边会有一个小小的选项，小小的。好，假设呢，好，立刻注册，对不对？请输入，好，这里要改啊，台湾，这样就好了，台湾手机。我就是这样子办的。对啊。还是不行。没有，可是因为是我很早之前就办，所以我有。然后只想我帮他办，就没办法转账。真的吗？所以他还是要大陆的信箱。那大陆信箱就找 QQ 啊，这个手机没问题啊，就有台湾的。可以啊 ，QQ， 看一下 QQ 邮箱。如果 QQ 不行，就去找什么163啊，新浪网啊，其实好多、哦、都有。我看基本版这里注册。对，注册 QQ 嘛，然后验证手机啊，你看这有个其他地区，请点这里，对吧？那你就要换了，对吧？现在大部分都有台湾，之前都没有，但现在慢慢都加上去了，对。好，因为他们还是希望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好，实际上不可能啊，但经济上是非常有可能。但是虽然经济有很多的交流，但还是在实质上。其实台湾还是蛮封闭的一个地方，我的感觉啊，我现在感觉啊还是蛮封闭的。我以前以为是大陆封闭，后来发现是台湾封闭。好，讲到这边，下次见，拜拜。有问题可以继续问。